巴德三创商圈一到周末人潮络绎不绝，三 C 产业特色小吃汇集向来是资讯人的最爱。除了年度封街活动之外，防灾园游会的互动式摊位也吸引不少亲子共襄盛举。艳阳下，有孩子化身小小灭火英雄，瞄准目标发射水柱。还有地震体验车，让您亲身感受天摇地动的震撼感。水域安全宣导，如遇他人溺水，可应用防溺五步：叫叫声抛滑，让孩子体验利用衍生物进行救援。现场还有破坏器材、搜救器材的介绍与体验，以及助警器的种类介绍、安装位置须知等等摊位。常常就是凹到电线，那电线凹到后面的时候，里面的电线就容易断掉。那断掉之后，你长久用下去之后，那折的地方就可能会过热，就会烧起来。防灾园游会寓教于乐，借由摊位体验宣传正确防灾知识，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以及应变能力。公民记者刘巧文，中正区采访报道。